康康来到了网络世界。康康便是网络红娘。嘿，看一下法哥。什么条件？条件你开出来啊，没关系。我应该我是谁？我问你，我是谁？康康呢？对不对？你讲啊。说吧。这个条件呢，就是不要入水。怎么？他很棒哎，我蛮喜欢你。谢谢啊。那我知道。我知道 Vicky 他哈，除了就是白天很努力的工作之外，他还有下一位。哎，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弟弟啊，我有什么问题吗？来自新竹的朋友，是吗？那有带米粉啊？网络相亲笑料百出，敬请期待招牌单元。当我们靠在一起，21世纪最亮的星星行业，网络红娘片即将上映。鸟语花香啊！对，今天来到一个淡水捷运站，好美啊！这个你来过淡水吗？有啊，我的 MTV 第一支 MTV 就在这边拍的。好，感情深厚了，所以地理环境也很熟悉。那这边我是属于我的，今天一定是我的。真的哈，信心满满。拜托，你说你在淡水，因为现竹武跟康康比较熟啦，有没有？都像金泰隧道过去那一种。那你对淡水也很了解喽？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热爱的地方哦。为什么？每年我的生日，我都会到渡船头那边啊，反省自己啊。有一年我也陪你们两个来这边吃东西。跟谁？两个是谁？那谁会赢？谁会赢？你会。往事呢，就是怪阿妈风气啊。喂，喂，今天呢？就是怪阿妈。好，请问怎么会下雪啊？喂，刚才他们看不出来，那你家淹大了。今天有两位来宾，听说颜控女的漂亮，男的很丑，所以叫美女也丑。好，赶快来欢迎我们的美女吴承君。哇。也这么好听哦！说一次看看。大家好。漂亮，本人比电视上看起来好看，变清秀，而且很娇小呢。对呀，可爱呢，对呀，啊，最重要，他的脸看起来很小，因为站在仙科旁边。干嘛？你垮，你两个跟你比，你垮还逃？演艺圈里面，人家在传说我们有夫妻脸。今天得到一个印证了，不是，那是吴君如的。对，好，你先出马，我交给你了，淡水，好吧？狮子入口游戏规则，这是一道边走边吃，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。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，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，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个食物的字首，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。当吃到第五道，裁判官预判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。此时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，谁先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。现在队派出的是吴宗宪、吴承君，康康队派出的是闹闹康康。这两队呢，就知道你们对淡水都很了解了。了解了解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的谜头就是我们的阿给。现在请两队在笑音之后，自己去找阿给。笑音，一二三。阿给，这里就是阿给，他们一定没有办法。对啊，他们一定找不到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阿给让你们讲胡须章呢？对啊，阿给，我们不是啦，太那个讲啦，人家不是啦。
拍姐，。那个，我们等一下再来买果汁，但是我说了，我们要借你的脚踏车。脚踏车能不能借我们？真的吗？谢谢。真的吗？我来。那你为什么上一条线一直要摔倒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找什么？我忘记了。阿给，救命！阿给，老板哪里有卖阿给？前面的，快！还要写，正好帮忙，正好帮忙。哦，一三一十咯，十三七厘，系啊，慢慢就13咯。十五嘛不吉利呢，15不好呢，系啊，15牧羊你无听过？五好，五就是无呢，五就是五啊，哎嘛无呢，六，六可以了，六，可是会溜走呢，溜。啊，在你上好啦，在你上好。哎，坐我边啊！啊，别打了，不，到底坐。到底坐小龙。啊，对啦，嘿啦，对啦，你下车会得。这是老店的创始人，是我们的老店创始人，我们俩夫妻。老店创始人。谢谢，你在讲老店创始人，没有啦啊，创始人啊，创始人哦，吓我一跳哦，我说你没开车啊，带走。我载你，不要，我请你跑步。好，你请，我坐后面好了，好吧，快，好，可以了，走。甜蜜，不要第一站我们就撞到人啊，小心。算，来，开麦的时候。来，祝你生意兴隆，祝你玉坛兴隆，兴隆呢，就是一个剃光头的无爱人的哦。好，吃完了。我啦，吃一碗，吃一碗，好。讲爱两只。我来，我后边哎，我来，安哥，阿正在旁边讲，你两个一边讲。我来，公孙权。我来，慢了，用关完面的关了。好了，不然呢？我已经没有力气。喂。快点，快点，酱多料好，来，都是酱，包一个，我看一下，哎呦，爱情顺利啊！啊，真的吗？
一切 OK， 你下面会写什么 ？OK。来来，我来帮你服务。谢谢。你小心不要戳到。阿给，哦，一个像我之前，哎，就怕你，哎，你直接做我呢，今天哦，这是北原山猫，你可以形容我，哎，你死啦！现在要玩游戏，你还在北原山吗？给哦，给，阿伯在，假班头，假班头卖配对我，阿就给掉哦，给我，给阿给。现在要玩游戏，不会讲笑话，哦，给。给赛，给赛，就那效果，要么长寿，要长寿，要么爱喷水。喂，给赛，你敢讲？给出来。哎，不是，给更，给两个啦。哦，给两个。给两个得当叫，但都讲给赛别当叫嘛，给赛别当叫嘛，给两个得当叫。鸡蛋糕。给两个。来。头家，给两个就头家。啊，你在哪买？哎，我伫上海偌济。安尼哦。哎，上海偌济。哦，我头家过来闹啊。哦。哎，那改咧卖阿鸡才夹的。夹的，系啊。哎呀，你甲因斗，但都咧做恶事咧，都拢坏，对人啉酒，对人吃命。哎呀，我头家就是要甲斩的。阿爷笑场的。老丁哦。无，老丁今日中午休息。中午休息哦。阿咩喏？我唔知。阿无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我来地下室问看，地下室的人有识识无？你行，你行，好，细条，行无？伊只电梯啦。行，我来，我来。细条。阿你问好未？问好会记起来哦。好未 ？OK 啦 ，OK。哦，伊在做哦，在做讲楼顶三楼嘛，三楼嘛。你唔知道你大口大意就好，大意放在舌头上，放牛鸡在吃崩溃。你娘！喂，你敢唔紧张？给接什么？给。给我。给我。好啊。给我。给你。给我。给你一巴掌。给你两巴掌。给你三巴掌。给你吃饭。就黄昏的时候，我们在这给你1006掌，像话吗？那鬼呢？给。哎，给可以接到给的是给，给就是鸡呀。鸡尾椎，给尾椎就是鸡屁股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好，行李箱啊，赶快。啊！你教我安怎吃？对啊，我讲你应该。我遐我遐看到怎么你袂济啊？对，我咧看了，你嘛教我买，我拢买袂。来，你看。好来，过来，过两个小，过两个活跳跳，青变变的过两个，三地十个，有只有宝贝，无只出代志，过来，来，这下袂，遐袂，来等，一地到三十，等嘞，哪会讲？哦，等，好，等嘞，这下袂，遐袂，等嘞，嘿。你咧卖鸡卵糕卖这俗，一定咧卖药啊，对无？放心，其他卖药，做啦，好无？全部无卖药啊！真正无要卖药啊！无要卖药，今仔只卖鸡卵糕。我讲安尼大声细声拢卖超声。其实你一定是要卖药啊，对无？无，今仔卖药是卖药是表姐。哦，表姐，表姐，做啦。卖药表姐，卖其他表姐，做啦。今仔来讲一招，把自己规个吞落。哦，吞落。我讲鸡卵糕。你卖卖药啊？无卖药啊？无卖药，表姐。表姐，水过来，泡下水来。哎嘿嘿，来帮忙。等下，我跟你讲，有人问讲啥呢啊？啊，这个吞了袂假着哦，袂假着哦，好了袂假着，那袂假着。但是我独家的冰，哦，独家的冰，什么独家冰？有效嘞，但是先讲好，什么独家的冰？这款，哎，变掉，安尼你买袂赢啊？不是，叫做八天党论滑油，哦，哎，论滑油，你袂赢啊？我袂赢啊，袂赢是，这条恁看了，无要袂赢，真正出无要袂赢啊，滑油，哎哎。有人讲生的啊，爱吞了真正袂死哦，袂死哦，袂假着，袂假着，赶快去再食鸡卵糕。安尼哦，嘿啊，但是啊，你买袂药啊？无袂药啊，袂药，做啦，表姐啊，嘿，先来你看。啊，这款袂偌济？这市面上，这各大西药房一罐2385。两万，哦，今来个只无袂，全部安尼你买袂药？袂药，做啦，直接表功夫。好来，一，两，有讲生的啊？二啦，鸡屁股。
七里香，露在嘴上这件事要永远记得，好不好？反正遇到什么人就问。哎，小姐，请问你有尾椎吗？哎，我说你有鸡尾椎吗？有没有哪里卖七里香烤屁股？好，不知道。那边。哎，那里也有炭烤，有没有看到？淡水河岸。嗯。你先试一试。啊，快点。输的吃一粒，好不好？什么叫输的吃一粒了？剪刀石头布，输的。我不要。也不就是这样。除非你傻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啥？你是兄弟呀、啊？喂！一人坚持一粒。还是要用猜拳来决定。好看哦！哇，好性感哦，好性感哦！嗯，这个台湾妹妹0204包月二姐。我这边一口都吃完。要去哪里弄呢？河边，对不对？淡水河岸旁边就可以钓到鱼了。来 ，follow me， 来。啊？去钓鱼？没有了，我们去找找看。钓鱼那是最下下策了。走走走走。有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你知道哪里有卖鲳鱼吗？你知道啊？鲳鱼，你去菜市啊，谁的有啊？菜市啊，这么贵点嘛，哪有菜市啊？我跟你讲，求人不如求己。弄过来，哎，有了有了，有重量，有了有，有了有了，哇，好大条，哇，啊，什么啦？啊，都看不到。什么？怎么那么小？哈哈哈要放生了。要放生已经勾成这样，还放生？怎么放生？来来，走走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过来，来来。钓到了，钓到了！有没有看到？谁说钓不到？谁说钓不到？像话吗？有没有看到？还活的嘞！有没有看到？还有！来来来来！鸡蛋糕，接着来，高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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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说上街槟榔，谁先跑？要能吃的了，要能吃的哦。高，你本上高槟榔啊，高赛顶米糕哦。哎，而且高赛顶米糕，都好没错。我捌听过，无啦，你卖我白讲，那会吃一个物件。会吃是。我捌听过人食高赛，捌讲人米糕会吃是。哦，安尼哦。好啦，米糕会吃。米糕会吃，高赛未吃哦。高凌风，高凌风没有吃。高凌风，不然莫公就有吃。高丽菜。哎呦，足明显的呢，足明显的啦，甲咱的台词拢背啊，动作足够安尼。淡水，你敢袂偷渡客？你卖袂讲是内混哦，无啦，你杨乃文哦，你偷渡客嘛？伊要后尾得什么的杨乃文专辑？杨乃文。好了好了，老板，谢谢高丽菜，谢谢。你讲高丽菜哦，高丽菜。老板。啊，头煮汤啊，那个身体就沙西米，啊，尾巴就给我做咸酥的，红烧的就尾巴，拜托你了，交给你。太好了，太晚了。
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风光明媚的淡水河畔，看咱们的宪哥艳福不浅，第一道菜就带着田姐儿吴承俊在淡水老街边大上甜蜜蜜。看看和诺诺这两个活宝，好好的鸡蛋糕不吃，却在街边卖起膏药来了。虽然两队的状况百出，可是也同时接到了第三道菜，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精彩的十字路口，咱们马上回来。身体就沙西米，啊，尾巴就给我做咸酥的，红烧的就尾巴，拜托你了，交给你。好，太好了，太晚了。这个是什么鱼？鲳鱼对不对？不是，是鲳鱼了，是鲳鱼，真的是鲳鱼嘛？你跟他讲讲，快点，你跟他讲。那个是鲳，是什么？是鲳鱼。哟，干嘛？想要吊准位啦？这都不是鲳鱼。哎，请问一下哈，坐到对面那个船那边有没有菜市场？没有了。啊，没有啦。在景点哪有菜市场？没有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到对面去看看好了。这个应该有卖吧？哎，我高丽菜，我乱讲啊！高丽菜，是啦。高丽菜，哎，高丽菜往这个方向，对对对，这里，对对对，喂，天奇啦，哎，避难方向，好了，哎呦，哎呦，问他们，店员在蒙店员，店员我来蒙店，蒙店员，请问一下有没有？喂，店员穿绿色的啦，绿色的，抽签哦，高丽菜，对，高大哥不要要，对不起，我是找高丽菜，不是高丽菜。这么个呀，刚好高丽菜，高丽菜，有哦，你用伊的头壳一两五千高丽菜，你也是高丽菜啊啦，高丽菜。哦，谢谢，我来要坐哦，啊，高丽菜插到高丽菜插过来哦，哎，插过来。哎，哎呦，哎，这情况完了啊，对，情况完了啊，拜托了。台湾那么多年都在国外拍戏，会不会想念我呢？我会想念台湾。那我呢？你呀、啊嗯？啊？反正回来在节目上都可以看到你哦。看着我的眼睛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有没有想念我？你问？我跟你同归于尽。有没有想念我？你说。想念你干嘛？好，那么多人，我要向你表白。表白说，算算算，船快来了，就那一艘，咱们等一下就要搭那一艘。好，我们到那一边去听人家讲，啊，我听着人家说，好，听他们讲，他说在河的对岸那边有鲳鱼，很可能，但是如果卖完，那就没有，我们今天就在这结束了，因为我们就靠鲳鱼。那你下去抓。不可能呢，会游泳。我们等一下搭船去，好吧？走走走。好。那边那边。Hello。嗨，你好你好，船长你好。哦，哎呦，哦，船长看得黑黝黝的，身体很壮硕。往这边，往这边。流浪。两兄妹，有妖怪。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哇，你好可爱啊！天哪！喂，阿鸡，一个鸡卵糕，糕糕厉害哦。啊，这样踩踩踩踩踩踩，哪只哪想？哎，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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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伤济，哎，哪里？济济济济来来来来来来只只，只只，
吃几粒菜，你菜几多啊？菜真多，这来来来只吃，吃几粒菜，菜真多，这来来来只吃。来来来！我们今天一定会输，你们直接笑了，把这个三台的节目当成 cable 在做。喂，没有啦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哎呀呀，夫人夫人，我要吐了！我坐你，你怎么会吐呢？怎么你坐我？真是讨厌！苍鱼呢？苍鱼，苍鱼，冲冲冲冲冲！哎，那不是我爸的瓜吗？冲冲冲！搞了，要有眼球哦！冲冲冲！你要学我啦！你看，冲冲冲！啊，冲冲冲！冲啊！冲啊！嘿！陈阿姨来喽！别别别！谢谢。哎，会不会闻到一个怪味道？啊，拜托，是那小朋友。天哪，味道好怪哦！那什么东西啊？味道好奇怪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！这样怎么吃啊？我刚刚想打电话给我妈，哎妈，我在吃饭呢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了。难怪有一个怪味。不会，我脚真的没有味道啦。头发掉了，好吧。我想吐。过年菜，菜椒啦。我的茶，嗨，菜哪里？蔡思文，蔡思文，上面蔡思文，蔡桃啊，唐英俊，唐英俊你这样，哇，唐英俊，我真潇洒，唐英俊，来了来了，好假贵来了，哦贵，咸猪贵。油肠粿，够菜头粿。啊！菜头。刚刚是高丽菜嘛？菜头粿。菜头粿。会当吗？可以吗？听我话呢。现在冬天到了嘛？对啊，所以这个太阳比较快。下而且今天天气也蛮阴。对，你看现在才两点多，天就暗了。对，不要乱想。走。我们现在菜头菜老贵，小心小心，五家五家五家，你莫拍广告，你家那么少。啊，吸我吸我，不要推啊啊，推个气味。啊，好，再给再给再给。菜老贵，菜老贵，菜老贵。这里，哎，这关这里啊，这关。今天嘛，就厉害嘛。我活在这里啊，我安尼你个用嘞。今天哦，今天。啊！你大家嘛要用，我直接搞掉一千股啊！我再掉一千股啊！真的吗？来哦来哦，大家都来哦来哦！嘿，你出菜嘞哦！好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走，哪里有卖那个菜头粿？怎么大家都坐前面呢？对呀。今天吗？真的吗？这边没有吗？这边没有菜头粿吗？好，这样子，好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往这边去哦。好，我去那边看看。谢谢，谢谢，好。我们现在是不是严重落后了？五球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两个太厉害了，因为他们东西来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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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在吃饲料一样。一个是 ET， 一个是 NO NNO。T 白啊 ，T 白可以吧？陈阿姨呀，黑白。菜头粿，菜头
贵，蔡可贵，蔡可贵闹，蔡可贵，蔡可贵，蔡可贵闹，所以你可以闹很高啊，蔡可贵，蔡可贵，蔡可贵。这拿这个是什么嘛？哎，好，陈阿姨。陈阿姨，李白。李白，李白，走走，往那边走走走。李白，老板，谢谢。哎，再见。李白，李白就是那一家啦。哪一家？我家底下有一家卖鱼排啦。是吗？鱼排，对对，真的。老板，李白，李白，海边吃鱼排，有没有看到？对不对？哎，这种感觉像不像在东南亚？对不对？这里就是东南亚啊！啊？啊？我们在谈恋爱，你突然间吓我们一跳。老板娘，你拍过电影哦，《贞子》第二集。漂亮的老板，谢谢啊！为了寻找第三道食物，线线队从淡水千里迢迢到了巴黎，大概是被大美人吴晨君的美色冲昏了头，性格一直沉浸在甜蜜的气氛中，和吴晨君打完爱情游戏。但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宪哥，这周的劲敌可是大胃王 NONO 和大嘴王康康哦，两队势均力敌，十字路口战况焦灼。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开打。感觉像不像在东南亚？对不对？这里就是东南亚。啊？啊？我们在谈恋爱，你突然间吓我们一跳。老板娘，你拍过电影哦，《贞子》第二集。来来来，谈得好漂亮的老板，谢谢啊。刚好啊，我们分四块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输了就吃一块。先吃这块，好，来，还是男女切拳。什么叫男女切拳？黑白配啊？黑白配。好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我这边了，我这边。你已经抓他了。我这边。好，来继续。黑白配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哎，你还有酷炫的，这一块是你的，好吧，削的。那。好，先分完再吃。好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你输了。好，最后一块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配。黑白切，黑白切，男生配；黑白切，黑白切，黑白切，男生也配。不可以赖皮哦。黑白切，黑白切，男生也配。你对我说你好寂寞。哇！以前看过纳古塔，现在终于看过纳鱼塔。赶快吃一吃。贵没贵呢？贵松松。在哪？贵松松。贵松松什么意思？贵松松。喂，贵两叉。贵子啊！我吃两杯呢，我吃两杯呢。喂，无啦。先出去啊，吃完浪费时间。一边走一边看。对对对。哦哦哦！哎，司马光用刚。每当那两爱两，司马刚用光，每次6000元，石头在右边。什么意思？石头在哪里？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漂亮的妹妹啊。啊，石头是哪？这个哦。对啊。啊，要怎么用？是学司马光把刚打破，然后只要6000块，要不要体验一下？只要6000块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讲到这个司马光，
真的。讲到司马光的故事，我们要先讲观众来知道说为什么这样。对。司马光呢，在小的时候，有一个好朋友掉到水缸里面。没错。司马光呢，很聪明，大家认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同学，人家司马光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对，他就拿了石头往水缸一丢，结果水缸破了，水流出来，都是红色的。都是红色。因为他把他同学的头打破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听得不是这样，你听得不是这样，你是水缸没有破，没有破，可是那是石头丢进去，哎，可是同学后来也有上来，哦，七天之后就浮上来，哦，因为他打死在里面，七天之后浮。后来这个，我们为了纪念他同学，就在汨罗江了丢重丢肉粽，因为怕说鱼把他同学尸体吃掉，对，所以每次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要这个把这个肉粽啊，丢到这个汨罗江里面，然后顺便可以撒。那这个丢一次要6000。那我们丢半次嘞，就是孟母3000。对，3000那么孟母呢，在他小的时候呢，因为他看到隔壁在办丧事，他就哭。那他的儿子呢，孟子呢，就说：“娘，不要哭了，你这样会学坏。”对。所以我们搬家。对。然后后来他娘呢，越哭越大声，对，万里长城都哭倒了。对。所以就是孟母3000。所以孟母呢，就是万子良的那个老婆。哦。还是孟姜女啊！哦，快挂了，快挂了！再来是什么？鱼白，白骨便当。吃不下了。啊？你看过了，我就说我们干脆认输了。啊？我们认输了，那因为输了，然后当中还跑掉，这就是阵前逃亡。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世人见面，我们两个。就逃到北海去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在那里一公一母，将来繁衍很多子孙。你给我，不要浪费，给我。排骨便当，赶快。所以要不要放弃？还是算了，不要再吃了。不要啦！不要再吃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真的不要再吃。我们真的不能面对世人，我们只好逃到北海去。那不吃有什么好处？一公一母啊！我不要，我要吃。那赶快吃。我要吃排。一老说我可以吸收。排骨片，那走快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输很多了，赶快。那边呢？船就要开了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他日草桥再会了。再见。上来了，还要去找别的地方，你快点。船架，给你。哎呀，找阿姑拢找无呢。哎，我顶过看唐崇盛啊，聪，哎，聪，跟阿辉来，伊拢跟我搭档，我拢赢，啊，拢食好料的。吃好料的，我较吃嘛，吃菜头粿，吃高丽菜，啊，拢你吃的啊，啊，哎，我哪有吃？鸡卵糕拢吃迄落几十块，啊，有鸡啊，我咧食较好的啊，即马粿啊，粿要接啥？粿，你要接一个较贵的物件。粿敢有可能有鸡咧？你讲啊，粿松松啊，粿松松的物件，看啥物件较贵啊？粿啥物？你想看嘛？粿啥物？看是鸡啊，鸡啊是鱼拢无要紧啊，嘿啊，较尽量较好，龙虾嘛无要紧，你咧？贵龙虾，贵鱼啊，嘛无贵什么鸡？贵飞机。哎，现在说在是贵飞机爱去中正机场呢。对啊，这个新人喎吼，啊，大家拢贵个呀。好白讲嘛，那叫做坠机。坠机，对啊，贵飞机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开店。真的吗？从香港来。你该不会说就是金宝嘛？洪金宝开的。好，就在那里，金宝港式隐藏店。哇，那个，这里啊。女儿很孝顺，带妈妈来这边吃，所以母亲节也要来这边吃。没错。对对啊。
加油！祝你母亲节快乐。对，母亲节还有大概八个月就到了，或者是说同性恋合法化，这边有两位，不是的，那是好同事哦。可是我看他走路屁股这样哎。没有啦，那是在运动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康康。既然我是情侣，那在这边就祝福你们这个五年行大运，先跟你拜个早。好了，先吃，好不好？一白白白白白白扁冬，我们不是找老半天白骨扁冬？白骨扁冬，哪里有卖排骨便当啊？这边有啊。啊，真的？这边有啦。见鬼了，怎么可能呢？问路问的竟然排骨便当在这里。哦天哪，就是排骨便当，有没有看到？真假？这是排骨便当，那是阿给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有排骨便当吗？有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排骨便当，来来来，奇怪，你看第四关了，对不对？嗯。阿给。嗯。阿给。给卡松。给卡松。陈阿姨。李白，摆个本东，摆个本东，玉芳那个臭三八还不出来，奇怪，难怪人家说我们有心结，每次他就帮康康，不帮我们，你说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等一下来，好，揪你看一下。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！刚刚那个介绍是自由搏击百分数啊？怎么能破得那么漂亮？好破了。在后面可是运用了很多的蒸汽来突破的重重的围墙，我终于被我加料在背后说我坏话了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他就说我坏话，他有，我刚刚是错人，我刚刚错人，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坐这边，你要帮别人，准备把他按到排骨饭。哦，还好差一点。哎，我们今天太辛苦，因为白天到晚上，你怎么现在才出现呢？因为你不是那个鱼白就要出现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要排骨饭才出现。味道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看你们这么辛苦，要远渡重洋去巴黎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迷头告诉你们过了，就是阿给。迷头，哎。你们接到哪里去啦？阿给现在接到排骨便当。吉利福。排骨便当。排骨便当。还有我们的米饺。哦，到底是米龙的，苏南公园一颗出名的。你有？米饺就是。你有办法把它摆到上面吗？这样出来。上面。这样子是没问题的。哎呦。摆在上面，再一次看看，这样子哦，我摆在你面前，我有办法，哎，哇，哎哎哎，哇，哇，这一下，这下来，好有名的，米头是淡水，米头是阿给，米饺就是我们的什么？淡水鱼丸，淡水鱼丸，那应该不难嘛。就是我们跟他都一样是淡水鱼丸，没错。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讯息？他们现在吃到第几关？放心，他们来离你们很远了。真的吗？他们就快接到淡水鱼丸了。好，加油！好吃哎，这鸡腿给摄影师吃。好，下一个有酱。Nono 真是一个好朋友，他知道摄影师跟我们周导。也肚子很饿了，所以把鸡腿留给他。太棒了 ，Nono， 我记。谢谢，你这么胖的朋友太好了。一般哦，制作单位。哟，怎么有人在这里？哈哈，吓一跳，小米。对啊，怎么？哎，小米呀。想要知道谜底吗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会不会再来一张啊？就是淡水鱼丸。偷偷在背后说玉芳坏话的宪哥，这次终于被玉芳逮个正着。瞧玉芳为了抓住宪哥的把柄，不惜搏命演出，破墙而入，吓得宪哥和吴承君魂飞魄散。而流浪到淡水的康康和 Nono 这一对难兄难弟，难道真的是八字太轻，在淡水撞邪都酒归了吗？竟然会在二楼的玻璃窗外看见天外飞来的字卡，到底是谁搞的鬼呢？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。啊，不要这样。
谜底，淡水鱼丸。淡水鱼丸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咚咚咚咚卡，咚咚咚咚卡，什么？冬虫夏草。嘿，妈妈有概念，冬虫夏草。往上走，那边是上还是这边是上？这是上菜，有冬虫夏草，真的吗？中药店才买得到哎。没有。真的吗？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走走走。我的衣服脱掉，好热。小心后面有蛇蛇。有没有看到中药店？小心，等一下，别穿。停一下。好，小声一点。小心，快点。老板，你好。中药店对不对 ？Hello。中药店在告诉我没有冬虫夏草的话，我马上在这贴补。有没有冬虫夏草？当然有啊。来一盒。来一盒。买一盒。买一盒。来吧。嘿嘿，冬虫夏草，来，嘿嘿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地道的，哎，这个叫道地的吧？地道都好。哎，哎呦，不是真的虫吧？冬虫夏草，那就是虫做的，对不对？冬虫夏草，你看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啊，冬天它是虫，夏天就变成草。是不是？好，真的。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其实今天来这边，我一直想吃铁蛋，都没有接到啊。哦，想吃铁蛋。对啊。阿尼哦。这边就鸡蛋，鸡蛋也不行啊，铁蛋有没有？但是他到食到阿尼，我准备食错边。啊！鸡蛋冰。哎，对哦。贵妃鸡蛋冰，然后你看看怎么可以接到铁蛋淡水鱼丸就好了。哦，鸡蛋冰，冰铁，冰铁，哦，那个铁，然后用冰给它下去，然后吃完就搓来搓去都不会受伤。对，第一下，冰什么铁哦？我想到啊，鸡蛋冰，哎，冰拿铁，铁蛋，淡水鱼丸。老板一起上，全部一起上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要去找。而且还有同案呢。没在那里找，没在，没在那里找。伊也无甲咱虎改两个恋情公开啊。没在。分有录影带哦。好了，那个谁看一下，那个谁经理来，我要画几个。不要乱讲啊！你以为这里是那个酒店啊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个把我的纯酒拿过来，他叫墨菲过来。对。老板，多少钱？啊？多少钱？一盒啊？哎，一盒这个10000多块。天啊！等一下，一盒多少？10000。15000？对的，这个好的，正品。我数到3就往外跑啊！那钱一、二，不是啦，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么贵，在一盒像面值一样抽取式的，要15000啊？那好了，我来想办法了。哎呦，我们吃不下那么多，你买2只就好了啦。买2只？对啊。不行啦，2只不够补的。老板，不如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静静看啊，来，买5只就好，好吧？我这么傻，太傻。多少钱？这样，50啊，太贵，那算了。送你不行。对，我他好啰嗦。好，老板，我们商量一下，我们看，这个老板人很好。对呀、啊。送我们，我们的无功不受禄，对不对？那50块5只，那又太贵了。我们干嘛要在这里买，对不对？还好我有偷了一些。你小声一点，真是太糟糕了。算了算了，还是要给人家钱。小朋友，叔叔有练过哦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能乱学哦。来，拿着，我去跟老板讲一下，这是我们很珍贵的。老板，谢谢你。好，真忙。你人好好，真是难怪生意越做越大。
杨幂啦，这个是你孩子是吧？孙子啊，哇，你叫好名啊，真是，哎呦，这个好生意哦，马生好乖哦，谢谢谢谢。点到什么不？好，输了，吃一只啊。啊，我等会吃啊。没有没有，不行不行，对不对？那大家没看到他吃啊。冬虫夏草，嘿嘿，厉害！冬虫夏草，草裙，他们草冬虫夏草，草冬虫夏草，哎，草草草虾，草虾，哎哎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敌军敌军，哎，机器在这里，他们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有鬼！吓到你才能抱他，对啊，对，你才可以抱。真的小强，大家熟悉的好朋友。我们今天跟小强也跟着。有没有刚刚那个军军过来很像，有鬼啊！结果拿个。你们到底玩到哪里了？啊，全部都吃完了。你少吹牛。真的啊，我们就来这家一起这样全部过来吃吧。好恶心啊！啊，全部都有了。我们现在要去，我现在去找淡水鱼丸。啊，对啊，做最后一道了。对啊，淡水。真的吗？对、啊。会不会赢你们太多？会不会赢太多？差不多嘛。叫他们陪我们吃完。快做淡水鱼丸，我们也要淡水鱼丸。啊，快点，这么快、啊？走走走，那我们现在鸡蛋冰。鸡蛋冰在哪里？鸡蛋饺。鸡蛋鸡鸭冰。鸡鸭冰好。鸡蛋冰，鸡蛋冰。讲一支好啊。有啥物口味？啥物口味？凤梨，芋头，他们芋头二。200包糖。夫妻交配。哎，什么交配？喂喂喂喂喂！我们两个是宠物啊，什么交配？夫妻交尾。交配。真讨厌，你会不会念啊？哎呦，不是，刚刚你们不是吃了很苦的东西，然后吃了机器骨，吃了草，冬虫夏草。对对，哇，太苦！你看，你看宪哥身体有没有流汗呢？好可怕啊！不止流汗，发瓜，病变就低下哈，而且这个裤子越来越紧了。哇，好紧啊！这里怎么鼓起来了？小心一点啊！因为我把它盘起来。小心一点啊，我是抓小心一点，这一点神秘感都没。真是的，应该由我来嘛，对不对？新郎，您可以亲吻新娘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可以。掀起了你的白头发，让我来看看你的脸。哎呦，一个嘛，亲一下，十秒钟最接近。十秒钟，停，走。喂喂，我没有鱼，虾也好，没有鱼，哎呀太好了，梅博很可怜哎，好啦，加油啦，只要敲了锣，我们就是冠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没有错，太好了，所以这比赛是公平的，我们今天是赢定了，对，往后退一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再退，不要，赢了，喂喂，不是这个锣。喂，你哪个会的？我今天已经受够这个新娘了，这是我的累赘，已经累赘一天了。钓鱼钓不到，她在那里补妆。哎，你这累赘只有一颗哎，我两颗，我累赘更大哎。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累赘只有一个人而已啊，如果你要背两个人更辛苦呢。人家也是两颗，虽然两颗加起来没有你一颗大。这是小累赘啊，你要克服它嘛。那我们玩到哪里啊？炒什么？炒虾，炒虾，赶快来，走，跟我去，加油，找炒虾去，踩到，走走走，我的头，
炒虾，炒虾，炒虾。哎呀，宪哥，你还有闲情逸致跟吴成军打完两小无猜拜天地的游戏呀？幸好聪明的吴成军竟然边吃边玩，但都已经顺利的解除谜底了。看看何诺诺为了扰乱敌情，竟然祭出了蟑螂毒招，吓得吴成军花容失色。哎呀，看看你们可要加把劲儿了！这周的十字路口到底谁能够登上卫冕者宝座呢？紧张刺激，不要走开，谜底马上揭晓。有没有卖冰拿铁？有有，可是不能外食哎。哦，外食禁带外食吗？对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吃完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还有哇，一人一半呢。冰拿铁哈，一人一半。啊，对哦，你不能喝咖啡，对不对？我不敢喝咖啡。这个人很奇怪，他不能喝咖啡，每一次。这是没跟你骗的，叔叔是因为有练过，所以不敢喝。不敢喝咖啡，不用练了。不用练。我不知道，生下来就不敢喝。然后他也不敢喝奶茶、巧克力，还有不吃辣。但是他喜欢吃辣妹。喂，就很奇怪，马子一个比一个年轻，而且呢，还有娶了张薇薇，生了四个孩子。喂，很奇怪了，把所有的过错给，然后跟宪哥有心结。先进家族，然后最近怀疑他女朋友分手，然后摸人家屁股，对呀，然后跟咪咪师傅吵架，对啊，然后又先拿了100万，对，讨厌。先进家族里面最年轻的就是你，对，所以所有的过错都由我来承担，对对对，赶快喝冰拿铁。炒虾够大吧？这个炒虾，来来来，陈经理。哎，人呢？喂，喂，你会不会跳啊？半壳舞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好重啊！哎呀，太笨了，太笨了，我来，我来了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哇！不要，不要！妖怪！喂。你有没有敬业啊？蚌壳里面至少要有个那个珍珠啊！好，我来处理。等一下，等我。有珍珠的哦，有珍珠的。喂，有珍珠的。喂，老板，吃炒虾。有变态。进来，快点，里面请，里面。哦，我醉了。有小强，小强没关系，我把他关起来，吃饱再放他走。出家人不可以杀死。哦，这味道真够。哎，小强，小强，强，抓到抓到，小强关在这里。搞了炒虾，虾怎么接？要接到什么淡水鱼丸，所以要蛋。虾仁。没有，虾是头，蛋是圆，虾蛋。什么虾蛋呢？啊，淡水鱼丸嘛。对啊，对啊。虾仁炒蛋啊。哎，天哪！看你长这样还蛮聪明的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虾仁炒蛋，淡水鱼丸，我们就下课了。好。对不对？下午我们会炒。好。对啊。这些冰拿铁喝完了耶，走，拿去吃铁蛋，你的最爱。我现在吃得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啦，铁蛋你的最爱。等一下淡水鱼丸都我来吃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哎，两碗都吃这碗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们吃。好，走。老板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下过来啊，对啊，就乖啊你，你冰拿铁啉煞，行路拢怪怪啊你，行路怪怪，真歹。不要喝太多。对，如果喝太多，你会觉得你好像背着椅子走。对啊，很奇怪，很难走。喂，哎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对啊，颁奖，颁奖。
不会偷东西了。对的，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对对对，对这个手，谢谢老板招待。哎，以示还人。对啊，怎样越拿越多。哎呀，对，不要再拿了啦！真的，真的要离开人家的店面，对，离开人家的店面，绝对不偷椅子了，好不好？离开人家店面。谢谢会长，好，谢谢，哪里？我们吃完了。太苦了。你为什么流鼻涕了？流鼻血，流鼻血，同甘共苦。干痛苦，流鼻血，我吃菜不冬虫夏草，又这个，哎呦，糟糕，裤子又紧起来了，哇，裤子好紧，你挨哪里啊？保暖，湿淫欲，救命！是啦，我是说赶快去找那个啦，炒虾，虾仁炒蛋，虾仁炒蛋，淡水鱼丸，我们就快到达目的地了，走，赶快走，快。又是虾仁呐，太棒，疯掉了，虾仁蛋。我们今天没有人说你的嘴唇很性感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谢谢。全世界最漂亮的嘴唇，谢谢。亲人，亲人，我怎能够忘记那无言醉人的香吻？亲人，亲人，真破坏了。形象，太崩坏了吧！哇！我赶快吃，赶快吃。虾仁炒蛋，布置的这么漂亮。对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赞哦！今天谁在哪？谁在哪？啊 ！OK， 来去。喂，我无吃着嘞。吃，我无吃着啦。还有一个吃。谢谢。对对对。啊。欢迎淡水鱼丸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我这边要出来了啦。快！快快快，到了到了。一碗，再一次汤匙，快，吃完，回去敲完锣就赢了。黄瓜。快报，康康他们已经挂点了，因为他们现在还在路上，所以呢，他过来还要吃碗鱼丸汤，然后再敲锣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现在慢慢走，散步回去捷运站，好不好？走啦，来。没想到今天十字路口竟然就被我们这样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干掉。海浪声，海浪，沙滩，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，阳光轻拂，哎呀，好浪漫哦！哎呀，这个月光之下，嘿嘿，两碗鱼丸汤哦，哎，赞哦，你别贪点嘛，慢慢享用，无啦，参考就好食呢。哎，你吴宗宪你来过没？吴宗宪刚来啊，哎，老板娘，喂，吴宗宪来过没？吴宗宪刚来啊，有啊，你来过啊？来过啊，啊。安尼哦，我有想出去散步，安尼，食安尼，食安尼。
也没听听我们小公主怎么讲，怎么样？吴小军可以说一下。小公主是啊，兄弟，我换100张100的。小姐，哎，像话吗？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对啊，红蛋啊，你就过班了，哎，红蛋啊。我在这里耶，我是大班的。你先冲凉，我冲凉。哎哎，留不留啊？留不留？对呀，你看感言。哎，我们赢了。我们得奖感言先讲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吴小军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他一路在打扮啊，打扮头发。他在打哈欠，他说笑。不是，笑真的没有。那个到现在，然后神经病了。神经病啊！好，要犯输了起跑的相啊！真是，真是的。好了，谢谢。今天非常开心，哎，吴小倩跟吴小军，谢谢我们的欧洲五一游，恭喜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十字路口，开动。不负苦心人，咱们宪哥的牺牲总算有了代价，可见美女真的激发宪哥的战斗力，而康康则以些微的差距败给了宪宪队。下次康康队与宪宪队还会在哪出没呢？小心你们的四周，因为更精彩的书打接龙会让你越看越过瘾，敬请观赏下周更精彩的十字路口。当康康来到了网路世界，康康VS网路红娘，可以看一下法哥。嗯，爆！哦我问你，我是谁？康康啊，对，你讲啊。说吧。只这个条件呢，就是要你。怎么？他很棒哎，我蛮喜欢你。谢谢啊。那我知道，我知道 Vicky 他好，除了就是白天很努力的工作之外，他还有。下一位。哎，你不是很喜欢他吗？谢谢啊。我。来自新竹的朋友，不是吗？那有没有带米粉呢？网路相亲笑料百出，敬请期待招牌单元《当我们靠在一起》，21世纪最亮的星星行业，网路红娘片即将上映。广告之后，咱们马上回来。